现场站场来，辛苦了啊、哦！来喝个咖啡。大家嘛吼，咱花莲经过花旦吼，啊，今年吼，往期约吼，咱第九年吼，准备着咱的点心吼，啊，要来吼，咱这所有咱这经过这信徒吼，来使用吼，啊，因为吼，逐年吼，期约是拢用咱的茶叶蛋吼，啊，因为今年吼，咱的蛋荒吼，算供需就嘛袂平衡啦吼，那吼，我们特别吼，我今年咱准备着吼，咱现杀番麦有3500穗，啊，佮有鸡蛋饼1500粒，啊，佮有咱在地吼，咱的全家便利商店。又提供到咱的面包点心1200份，啊，要共同吼，要来甲咱这全国这神圣人士吼，甲咱这大家妈这信徒吼，来甲结缘吼，因这一路是啊辛苦吼，要回来要等于咱的大家，啊，咱一路吼展现到咱花坛人的热情吼，啊，持续会搁在地结合在地咱这所有咱这的神圣人士，甲咱在地的全家便利商店，甲咱龙珍蜜饯，以及很多的一些地方的一些企业。共同来结合起来，每一年都用我们的热情来设立点心站，来迎接我们大甲妈祖回銮经过花坛。谢谢。全家便利商店花坛白沙坑店，我们这次准备了将近1200份的蛋挞以及面包，要来送给我们学乡的那个乡客。那我们预计在这次的大甲妈祖绕境的，我们可以圆满的成功。谢谢。全程哎，而且大家都很发心啊，对，都自发性的，没有来走过，其实没有办法体会了，对，很难想象有这种事情。好吃的鸡蛋饼，冰冰凉凉的鸡蛋饼，好吃鸡蛋饼。香，香，香。来，现场啊，现场。现场啊，现场。谢谢，谢谢，辛苦了。谢谢，感恩。谢谢，谢谢，加油，加油！